浙江莆田集成房屋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动员大会暨先进表彰大会现场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成立了这个安徽莆田以及浙江莆田的杭州分公司。感谢我的主管和组员，我们今后呢就是员工奖项，感谢公司对我的认可，这是一种鞭策，未来的路会继续努力，我们的产品要做到既环保。